看看新闻网。根据国家卫计委最新的通报，目前呢，卫生的这个计生部门啊，已经向灾区派出了149支医疗队，还有1100多名医务人员，以及205辆救援救护类的车辆。此外呢，他们还派出了12支卫生防疫队，累计消杀面积已经达到了2.2万平方米。四川省呢，还有138支医疗预备队在随时的待命，并且还预留了3300多个床位。地震伤员的救治主要还是集中在雅安、成都等7个城市，其中7000多名伤员是在雅安，重症以及危重症的伤员呢，大多是在成都。